邀请到前总统马英九。然后王定宇真的很坏哦，王定宇说哈哈，古人有云，病急切忌擦擦擦，到底是罢免方问啊啦，还是反罢方问啊啦？请教一下一川。这个马英九是他宣布是要去买菜，一直到主要是要交谢国梁去买菜啦、哦、那因为第一场他们是徐巧芯、王宏威，还有小平，钟小平，那钟小平被边缘化。他其实不是排的，我是要保护那个陈玉珍，蛮后面的。本来要叫林佩祥讲的时候，叫林佩祥先不要讲，就让钟小平讲啊。这个顺序是这样。但是这一场基本上从头到尾都徐小新的场面。那上个礼拜是叶元之嘛？那叶元之从头到尾都没有讲罢粮行动。从头到尾都在讲他自己。啊，所以找叶元之去好像也没什么用。而且叶元之去的那个现场，一个礼拜前刚好一棵老树倒下来砸中一台车。哦，所以嘛，拍个掉哈。那还会砸中叶元之？就他们市党部，基隆市党部有一棵老树倒下来砸中车子嘛哈。那明天是马英九。马英九外界关心是马英九会不会跟谢国梁握手，这很关键。所以谢国梁的所有团队，请注意，千万不要让马英九握到他的手。好，那马英九搭个肩没有关系，千万不要握手。所以如果握手，要用红色圈圈把它圈起来，哇，要紧。好，但是马英九去到底会讲什么，大家也很关心，因为马英九在基隆到底有什么吸引力？也许这个新闻也不会很大，因为马英九去那里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，他只是去买菜啊，就是跟以前他跟马妈妈去的时候，在那边买菜，这个鸡肉多少钱啊，现在生意好不好啊，这样子，然后进到市场里头还戴个墨镜啊，这个都有可能。但是谢国梁，你找马英九去，对你的这个罢免没有帮助，你好好的解释为什么什么两万五千份的那一个查询单的那个挂号费，为什么会直接编在预算里头？哎，不过看起来谢国梁是有认真哦，每个礼拜都请大明星。对啊，没有马英九这场应该是马英九办公室直接打电话说要去的。好，那现在罢免进行到现在，这个联署单正在审查当中。基隆市选委这个是基隆的议员张之豪他PO出来的。他说：“你看，基隆的罢免提议人名册以及联署人名册的经费估算表，经费估算表其中有一个比较让人觉得起疑的地方是邮寄费。邮寄费要花掉多少？187万5千块。哇塞！就是他用双挂号啦、那你要寄多少份才会有到180？很高的金额哎！哇，我觉得2.5万份。也就是说四万三千份，扣掉2.5万份，那就没有到门槛嘞。对啊，所以基隆市选委会打算要用这种方式来没收罢免吗？这是基隆人的质疑、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苏培。所以各地的选委会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唯一有寄查询单这么多被罢免的案子，包含这个钟小平之前罢免林昌佐，台北市选委会有寄查询单吗？也没有啊。陈柏惟被罢免，台中市选委会有稽查询单吗？说严宽恒交出去的那个联署书是丢啊，是不丢啊？是严宽恒敢去写？全部都没有啊，只有两个人，一个人就是韩国瑜，一个人就是谢国梁啊，刚好这两个人就是自己被罢免，所以国民党有没有很心虚啊？如果真的像朱立伦所讲的，要罢免来啊，我们要号召80000人出来投票，那为什么要搞这一招？重点是现在被张之豪查出来，本来只是要寄1.5万的查询单，后来变2万，现在邮寄费居然编的2.5万份啊！2.5万份，你只要占寡这不？之前2万份的时候，瑞德哥帮他算是40%多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现在25000占43000的话，是58%哎。58%查询如果都没有寄回来，我跟你讲，那是谢国梁就都不用，就没啦，都不用投票啦。他有说没寄的那个40%几，那个是合格的吗？没有，这反正都他讲的算呐、他寄出去的是他不确定有没有合格嘛？对，那没寄出去的呢？也没有说，没寄出去的就是有可能不合格，有可能他就是对，有可能他就不合格，因为他寄现在寄的这58%，他现在寄的58%是可能合格，可能不合格，我怀疑不是你本人，你知道吗？寄的，
然后其他的媒介的42%有可能是都没了，说明白呢，这是不是搞澳博？是啊，都是博拍掉啊，我自己做起定，我自己被我们把面，我光这一步我自己就把它卡掉了。你们联署再怎么样联署，我空间不借给你，你硬去把我搞出联署书，我现在直接把联署书搞掉，你们都没戏可唱。哇，这也是很厉害的。是啊，哎、欸，我觉得非常可恶哎，直接狙杀你在沙滩上，没错、啊，就是你之前很辛苦去联署，哦，阿你扯干阿你就这人哎，包含谁去怎样怎样怎样的，现在都不用，因为最终的杀手锏在我，基隆市选委会挖罐哎。所以我要不要让你合格？我这个才叫做球场、啊、球证，球员兼裁判又是球证嘛，对不对啊？黄国昌老师，黄国昌委员，对哈、哦，嘿，阿丽迪耶都伟，啊，你扣扣扣有没有在家啊？啊，你对大法官意见这么多，说大法官是什么球员，也是裁判，又是球证。啊，这个球员前面裁判又是求证的、啊、谢国良，你怎么没有出来讲？另外，我觉得今天那个郑文婷议员啊去东岸停车场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瞎哎、欸。嗯，因为依照合约，现在东岸停车场的厂商是谁？负责营运的厂商就是微风啊。微风现在没有把应该做好的事情做好，哎、欸，起定应该要做上去的啊。之前就是为了要停你微风。接管东岸停车场，对，这屋借的罢免出来，结果你还不给我认真好好经营，然后结果谢国良不怪微风，还帮微风讲话、欸，对呀、啊，还说是 Net 去提告，所以微风才没有办法认真做。拜托哎，你到底是基隆市的市长还是微风的管理长啊？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是很夸张、欸，好体贴的市长哎、欸，是啊，所以不罢免你要罢免谁嘛？然后你现在还找马英九去？你谢国良不是臭大公，他维护市场。这财产都可以等下嘛，啊，搞来消防局诶，有出来讲嘛，消防局的消防检查不通过，请问一张罚单要开哦，啥？开给基隆市政府，还是开给微风？微风、啊，一定要开哦。对，这张一定要开哦、嗯，因为就是消防安全不合格，一定要开。啊，谢国良说财产已经拿回来，嗯、所以微风应该能够进场去处理那个停车场的那些疏失，不要闪哦。消防局这一张罚单一定要开哦，看、嗯、就要开给基隆市政府还是微风哦。嗯、下礼拜等你。而且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整个代缴，这个代缴已经五个月了呢。因为微风接管这个东岸码头是2月的事情，对，到现在已经7月了，5个月那个地方的消防安检都不合格、欸，哎、嗯，市长是不是草菅人命啊？哦、我恐怖了、欸，那边还有在营业，有啊，有在营业啊，地下停车场也在营业，楼上的商场也在营业，收租金的房东就是微风啊。那5个月都消都没有安检、欸，是啊，所以你这个是超可怕的，你维护市场，你有没有维护基隆人的人命啊？哇，因为我们刚。